曾经有个人告诉我，高雅的艺术不一定高冷，有趣的灵魂不一定在家。这个人就是蒙娜娜娜，请您出山。都喜剧包袱？喜剧包袱？没有，我又不是搞笑的，我只是一个漂亮的花瓶。不不不，你长得这么好笑，一定很有水平。再见。不不不不，你听我讲。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啊？5月8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10分，笑起来真好看。